这是今天去我们镇上拿的快递，把它拆开。 看一下这个，这是我买的睡衣，把它打开，看一下质量好不好。还有这么一个，太滑。拍一个这个，这是给我妈妈的一条裤子，给我老妈妈的一条裤子啊，这个是。 拍一个这个，把这个打开，哇！这是我送我自己的一个礼物，打开看看，哇！哎呀，我天哪，满意！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我自己送自己的一个礼物啊，哎。 我送自己的一个鳄鱼啊，晚上可以抱着它睡。哇，太大了！